要钱。这个不要钱。谢谢老板，拜拜。拜拜。老板，老板，这个小鳄鱼多少钱？这个不要钱。哇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再见。再见。什么？玩具不要钱？哎呦我天，太好了！我最喜欢玩具了，我要去拿一个去，不要钱。老板呐，这个玩具说不要钱，拜拜，再见，我拿走喽。我站着，干什么？谁说不要钱了？谁说不要钱了？谁说不要钱了？你刚才那两个小朋友拿走了玩具，你不都说不要钱了？到我这怎么又要钱了呢？你给我放这儿，那两个都是我宝贝，一个是我大宝，一个刷宝，我能要钱吗？我啥玩意儿？都是你的孩子呀？对呀，这个五块钱买不买？我没钱呢。没有钱呢？别介，上一边，上一边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气死我了，都是他孩子，我一不要钱去，我去拿去，没成想都是他孩子，走吧，回家。